迎大家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菜菜。大家看标题都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吧？就是今天我要拍一个男友视角的一个 vlog， 就是 Adapt with me， 所以等一下都不会是我拿镜头，如果镜头晃还是什么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太介意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打扮好，然后出门了，新年快乐！所以 Let's go， 有一点小期待听。Let's go， 去哪里呢？可以拍照吗？
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